湖北是全国的小龙虾主产区，产量接近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。这段时间，小龙虾的销售成为大家关心的热点。面对本土消费量降低和省外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，小龙虾的销售最新情况如何？我们来看看。受疫情影响，今年小龙虾在上市的初期，不少地方都面临着物流渠道不畅、市场需求低迷等问题。